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斗阵行》。《台南斗阵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今天咱要介绍的是地震局哈，要讲的这个主题是长盛营区。这部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在新营区的长盛园区，原本作为陆军通讯部队的训练基地使用。从民国88年起，部队撤出移防，园区闲置超过20年，形成了治安跟环境的死角，民众都迫切需要政府来改善。为了维护园区内公私有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以及保留园区内绿色隧道的意向，市府地政局采取公办湿地重划开发，体力活化闲置营区，并且创造多元的开放空间，休憩游憩环境，以促进土地的有效利用，并且带动地区的繁荣。重划工程已经完成了，在109年3月6日启用。除了提升土地的利用价值外，增加新营区的公园休憩空间，并且期待成为新营区的打卡新地标，串联周边的铁道文化观光资源，新营区未来发展的前景将指日可待。讲到这长盛营区吼，听到营区两字，咱就知影哦，这古早伊是一个军营啦吼。那么因为这个军营内底部队呢已经移防很久了啊，耗费伫迄个所在嘛很多年了。那么放伫迄个所在营营吼，说实在的吼，不但没有经济的发展啦吼，啊对着治安伊嘛是一个困扰吼。那么咱即几冬哦，咱市政府真认真嘛，真用心哦，拢开发一挂新的景点，尤其是吼咱一挂啊。旧的即个社区也好啦吼，啊旧的即个一寡吼场所啦吼，那么咱经过改造吼，历经几年的即个改造吼，啊呈现以新的即个面貌吼，啊讲到即个长盛营区吼，这是咱地震局的即个业务吼，啊地震局伊嘛真用心嘛吼，伫即个当中呢，即个长盛营区呢，伊嘛得到真侪的即个奖项吼，所以表示讲，哎，他们不是只有吼消化预算而已，其实他们也很认真的在执行这些工作吼，那么伫今日这部当中。咱邀请到吼，咱地震局的局长啊，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这个介绍哦。长盛营区，咱今天的欢迎好美丽的局长哈，陈淑美陈局长，局长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讲的长盛营区啦哈，因为我本来我是住伫市区，就是咱台南市的这方面哈，那么咱县市合并了啊，已经是属于伫新营。是啊，新营诶，这个保卫啦，所以我有一点陌生哦、喔。透过我们局长的介绍，让我们知道一下这个长盛营区伊的整个概况，好不好？好，跟主持人还有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哈、新营的长盛营区呢，它大概总面积有11公顷，好、那它过去是陆军通信的一个训练基地，那从民国98年这个陆军的部队撤出之后，这个地方就闲置了，也荒废了、那台南市政府呢，在105年通过了都市计划、把整个长盛营区跟公园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那么107年湿地重划的工程开始开工启动、那么108年的11月就完工了、那所以呢，在我们109年3月份，我们也举办了完工启用的典礼、那整个开发区呢，现在建制的非常的漂亮，还有一条很长的绿色隧道、会成为我们居民休憩的好地方。是，县市合并了哈，有一部分就是咱溪北啦，咱都讲溪南、溪北啦，那么溪北的这个乡亲，有当时都会抱怨说啊，我们好像都被忽略了，然后咱家都无建设，然后啊，其实呢，咱市长黄伟哲就一开始，伊嘛足用心哈，要把咱溪北个哈活络起来。进前我会记我伫节目当中有讲到哈，就是讲啊水稻博物馆啊，是讲吼这个石化馆啊，这拢吼已经是带动咱这个溪北地区哈伊个经济伊个观光。那么咱今日讲到这长盛社区，长盛营区、不好意思，长盛营区哈，这个长盛营区这个部分，哇，它这个。占地很大，所以一经隔起来，就是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哈。那么在这当中我怎样一建是营区内底哈，历史悠久嘛，我可以想象里面一定花木扶疏了哈。啊，但是
我还是我讲的，长久没有人待在里面，一定加加减减荒废底下的时阵，变成脏乱呐哈，治安的这些死角，是不是先给咱介绍一下过去？因为哈，过年对咱来讲有点神秘啊，不是一般人哦，想要入去就可以入去了哈。啊，起码开放了哈，啊，当然会当一探里面的这个秘密哈，哎，这个境地。但是哈，就是说有些人对关来好像也不太了解，是不是透过咱今天这部局长给咱的乡亲朋友来稍微介绍一下他以前的面貌是怎样？好。跟主持人还有跟各位观众朋友说明哈，这个新营的长盛营区呢，它以前是陆军通信的一个训练基地，那里面呢有非常多棵的老树，尤其是大榕树，大概我最喜欢这种东西，这个我们统计过436棵哦，好。那我们呢有399棵把它原地保留。那它这个大榕树长得很大，擎天的大树，而且呢陆军过去它充分的运用这个榕树哈，在一棵榕树跟一棵榕树之间呢，它是停放了军用卡车。那透过这个茂密的榕树的枝叶把它遮蔽住，其实它有一点隐蔽的功能。这个对于军事的安全哈是很重要的。那但是随着陆军的撤出，那这个营区就没有人管理了。那的确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它就变成一个治安或是一个脏乱的死角，而且树呢长得太茂盛了，有点阴暗啊，好像有点像鬼城一样哈。那这个落叶掉满地，也没有人扫。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来做这个湿地重化。那我们呢，保留了营区里面哈这个436棵的这个树呢，我们399棵是原地好让它保留。好，那所以过去很多的护树团体，他们也曾经抗争过，他们不要开发。拒绝开发，因为他们误以为开发以后这些绿色隧道就不见了。好，那其实我要跟我们的市民朋友报告，在这个长盛营区里面，399棵的乔木，我们都把它原地保留。那另外有这个37棵呢，我们是把它在营区里面做移植。好，而且移植我们不是把它砍头，或是把它截肢。好，我们是做一个全树冠的移植。好，我们动用了吊车，然后把它做全树冠完整的移植。其实我们有一个精心设计啊。对。而且我们要让它存活率100%。我们以前穿的衣服啊。好啊，我们在经过改造，是哎，这件衣服不但没有浪费，是而且哈、更漂亮，是哦，展现在眼前的时候，哇，这个是很让人家惊艳的。是，确实，在104年的时候，也曾经有这个护树团体他们抗争过，他们就把长盛营区以前的照片拍下来，留在网站上，说啊，这个长盛营区现在是这样子，以后开发后千万不要把它给移除了。那事实上证明呢，我们现在完工启用之后，不仅原来的绿色隧道保存得很好，原来的树木移植呢，它也完全的存活，而且我们还增设了人行步道，有生态廊道，好，那让人呢可以充分的在里面散步。那这个绿色隧道现在很美，如果观众朋友到了新营的话，可以看到阳光透进这个绿色隧道，那人呢散步在其中，其实到夏天会非常的凉爽。而且这个高架的地板哈，它下面呢可以让这个生物穿过去，小松鼠啦小动物可以从这个高架地板穿过去，那人呢也不会走路的时候直接踩踏在这个树根上面，所以这个对于树木的保育很有帮助。那对于这里面的凤头苍蝇啦、黑冠马鹿、小松鼠、白鹿，好，这个生态的富裕，好，我想这个是相当的有帮助的。今麦面貌稍等下，个请局长给咱一一做介绍了哈。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他都话你讲有人抗议啊，像环保团体呀、哈，还是讲吼地方的人士啊，那么就是说，其实他们都是好意啦，对，他们也不是恶意啦，只不过这个中间沟通很重要，是所以吼，我在想局长在这个当中一定爱去跟因沟通，我们这个沟通的工作和管道要畅通，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完工，就是说大家沟通得很好啊，地方人士哈，其实他们都是出于这个爱护我们这一块土地，大家都是大家拢是哈贴心啦，啊，当然局长也是广纳民意啊，这个沟通的过程是不是马跟咱分享一下？是，这个地方真的很不容易哈、在地的议员朋友、里长、还有台南的社大、护树联盟，他们都曾经非常关心过这个地方，那也一直在大声的疾呼，这些树一定都要保存下来。那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开发案它遇到的阻碍是因为沟通的不顺畅。那这个开发案呢，在前后任市长的指示之下，我们地政局的同仁非常妥。
妥善的哈广纳民意、嗯嗯，那跟他们做充分的沟通。那尤其呢，我们邀请台南社大的老师哈来给我们做这个树木方面的一个知识的指导。嗯、那我们也跟护树团体充分的沟通，就是尽量的保留园区内的老树，尽量不要去伤到这些树，然后把它原地保存下来。嗯、所以办理到最后呢，他们是支持我们的，嗯、而且呢，在我们完工启用的那一天，好，台南社大的吴仁邦吴老师也来到现场帮我们做生态的解说。嗯哦那护树团体呢也对我们非常的肯定、嗯、那我想这个区域的确是我们土地开发跟、嗯、生态保育并存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嗯、所以我们这是沟通成功是那么刚才我们决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哇现在呢我们号称、啊、说台湾最美丽的隧道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就想要去因为刚才你在说有400多棵400对哇对400多棵的老树都把它保存下来、我们好现在住在这住在这种都市丛林，大家每一天看的就是水泥、哦、高楼大厦、哦、那么每天工作忙碌，如果能够、哦、利用这個、放假、啊、休闲的时阵、哦、去那边吸收一下奋斗金、哦、那种是一种享受是。那么他说啊，咱那工作这部分的时候，还有一可能比如说这绿色隧道以外，还有。里面、欸、很多重要的景点是不是嘛？请决定有跟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好吧？哎，跟主持人还有跟各位乡亲朋友报告哈、嗯，在这个新营长盛营区的这个开发区里面呢、嗯，我们有一条长达430公尺长的绿色隧道。哦，好，那所以走在里面呢，嗯、散步其中可以说相当的舒服。嗯、另外，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兼滞洪池、嗯，那里面有个坡坡广场。嗯、好，那当地的议员啊，还有里长也说，可以在利用这个广场。假日的部分多多办理一些市民朋友的活动、嗯、那现在我们开放了之后其实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市民朋友就成群结伴、嗯、那来到这个里散步骑脚踏车、嗯、遛狗、嗯、好那我们看到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画面是那另外呢营区里面它本来就是军营嘛、嗯、所以里面有营区的钢哨、嗯啊、还有它的这个弹药库、嗯啊、还有它老旧的围墙、嗯、好那还有以前我讲说榕树跟榕树之间停放军用卡车的这个地方、嗯哼哼哼，那我们都把它保存下来，嗯、哼哼而且就是说以旧的元素加上新的建设、嗯、哼哼把它整修、嗯、哼哼做了一些融合，所以现在很多的民众、哦、把它当成一个打卡的一个圣地、那特别是以前在那里当过兵的这个、前辈，怀念、对他回去缅怀一下他过去在那里当兵的岁月，光荣的一页、那我们还看到有这个老伯伯啊，他就站在钢哨里面。嗯啊、要求他的这个家人呢帮他、拍照、做出一个敬礼的动作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以前在军队里面的记忆、还很鲜活的、出现在眼前、有时候我就是说我们在课本里面读一大堆书、可是我们就没有去过那个现场啊。我们在讲军队啊，在讲说里面的一些设施，我们在课本里面看的也是一点点的篇幅。嗯、可是哦，你如果能够亲身到那个地方啊，尤其是我们女生啊，或是小朋友啊，他们都没有当过兵啊，你来讲一寡吼，军队里底什么炮迄落战车啦吼、那些建筑啦，哦，天啊！那个阿天阿就是用想象的想象不到，但是你要实际上给他带去现场，什么都懂了，就不用在那边讲一波故哈，你安尼看一届，几分钟、两分钟，一目了然，很容易就懂了哈。那么我怎样讲哈，咱的长盛营区这个所在，也带给我们台南市政府，尤其是咱地震局很大的骄傲，就是讲，好像得了很多奖来，我先给你拍拍手，谢谢。也跟主持人跟各位市民朋友报告哈、长盛营区它这个地方呢，在这个107年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规划设计类的奖项、那同时呢，在108年呢，我们也获得了、我们台南市政府的公共工程的、优质奖的入围、那这个地方呢，的确哈、这个我们现在的开发区啊，不仅是要把土地开发做好做出来，同时呢，我们要做的是优质化、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开发区都可以得奖。那这个最主要也是回馈给市民朋友一个优质的公共建设、一个好的一个公共建设的品质，让大家呢可以享受、
所以吼，甲咱市民朋友报告啦，吼，咱是认真诶，吼，没有安尼凊彩做做咧，吼，甲你消化预算尔，吼，咱第二样调整就是表示咱用心有伫即个所在啦，吼。那么哈多啊，咱咧讲到即内底吼，除了讲啊，即个迄落树木啦，吼，啊，即个营区内底建设啦，其实啊，里面吼，因为它历史太悠久了。哎，咱伫个路边、市面看袂到一挂生物啦，还是讲鸟啊啦。嗯，我们哈，这个去那边也都可以哈，一览无遗呢哈，都可以马上看得到这些生物。尤其是小朋友，哎，你有时候跟他讲的一些生物哈，他们都不认识。你到这边来，因为有些老一辈子的，他们以前小时候都看过了，可是好久好久，好像这些已经消失在我们的眼前了。你今晚搁甲出来？老诶，像你讲遐，原来在那边当兵的人怀旧了哈、嗯。那么我们长辈，吼，一来到这些时候才马上想到说，我小时候你看螃蟹啦什么，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但是长大之后啊，到底在都市里面，我们根本就看不到这些生物了哈。啊，而且况且现在小朋友越难有这个机会哈，所以咱传给这些时候讲，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生物。是，局长跟我们介绍一下哈。也跟主持人跟各位市民朋友介绍哈，长盛营区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生态教育的基地，因为它这个整个大树的保留哈，其中我们最大的一棵榕树它重达65吨，好，那在这个移植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还动用了2部吊车，花了3天的时间，好，一棵树就花了差不多180万的经费来做移植。那这个整棵大树它是参天的高，所以其实大树里面茂密的枝叶呢，就成为这个鸟类很好的家。对，那这里面呢有非常难得见到，就是凤头苍鹰，好，黑冠麻鹭，好，那还有我们一般很常见的白头翁，好，也都在这里面。好，那这整个一个天然的，等于说这个树冠，好，就是鸟类一个天然的一个生态基地，就是它的家。那在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小松鼠，好，那这个地方哈，很多的在地的居民，还有外来的游客，对它都充满了期待。好，也就是说，外来游客可能是抱着尝鲜而来的，那有更多的家长是带着小孩，好，来到这里呢，进行生态教育。那这里面的每一棵树，我们都做过调查，而且我们有做这个标记，在现场呢，我们有做一个告示牌，好，告诉他说这是光蜡树，树木的故事，哎，树木的故事，树种啊，它树龄，还有这个树木的特性啊，我们都把它有做一个这个很活泼的告示牌，而且这个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牌子，好，是比如说是这个小瓢虫的造型，或是绿色树叶的一个造型，那很活泼的，好，很自然而然的，就是说家长如果带着小朋友来这边走一走的话呢，顺便就可以进行这个生态教育，好。其实吼，咱即几冬啊，一直咧倡议讲这个环保哈。我们市政府家己就是带头哈，这个来做环保啦哈。你来看啊，我们这些小生物都留下来了。生物如果能够留下来，这多敏感呢？哈，就像我们以前说小时候看那个萤火虫啊哈，啊看蚕蛹啦哈，可是我们现在要看到很困难，但是哈，因为进步哦，即几冬啊努力啦哈，发现这样下去哈，连我们人类都活不下去，连我们人类都生存不下去。但是吼，咱即马靠着咱市政府吼，安尼大力的推动的时阵，啊，除了讲把这些景观哈，把它留下来以外，其实吼，咱嘛是把这些生物了哈，让它再生存下去。啊，这些小生物都能够生存下去，我们人类也能够生存，以所以吼，来跟我接着说在哈，就是舒畅哈，就是疏解身心以外哈，对着咱的这个健康。拢做帮助的哈，那么就是讲咱民众啊哈，来到这个所在的时阵，我们可能要注意些什么哈？我们一起来维护嘛哈，市政府开这么多钱，用这么多心思，我们民众的这个工作也不能输给那个市政府啊哈，那马爱一起来啊哈。是，的确，也跟各位市民朋友报告哈，我们这个长盛营区的这个环境相当的好，那很多的人会在这里面啊遛狗、散步，那甚至是骑脚踏车。那我们的步道呢是仿木纹的这个步道，但它其实不是木头哈，那它是算蛮坚固的，那可以容纳脚踏车跟人在上面通行。那我们呼吁市民朋友呢，不要把机车骑进
来、那不要这个乱丢垃圾啊，那帮我们一起维护这个地方美好的环境、那另外如果进来遛狗的话呢，也可以顺手呢这个清除狗的排泄物，大家一起来为这个地方的环境而努力。那有一点呢，我觉得非常令我感动的是，我们在3月6号长盛营区我们启动了完工启用的这个典礼、那么在隔天啊一大早，新营在地的环保义工团体、他们就大队的人马哈、那阿公阿嬷哈、就自己呢穿着制服背心，带着扫地用具去帮忙清扫落叶、那这一点呢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说、市政府把环境准备好了、那我们在地的朋友呢其实也有一颗爱护环境的心，他们自动自发的好、出来好、清扫、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循环，良性的循环让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所以我想好的环境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因为民众哈看得起政府的用心啦。好，一开始可能大家还在怀疑，可是经过这样子的沟通，啊，搁有啊，看到咱市政府用心在这里建设哈，啊，民众感受到啊。感受到他们自己，这是要大的所在呢。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发挥我们自己的心力啊，吼，不是要靠起政府啊，所以他们也会自动自发，这就是阿多兰讲的吼，良性循环嘛。啊，你阿想看嘛，这個、长盛营区哈，安尼开始那个参观之后，整个这个一个新的地标哈，那么其实也嘛带动南新营地区也整个经济啊，还有咱的迄房价也都会跟着提升呢，哈，所以哈，我们市长啊，哈，其实有的民众讲啊，咱客房哈好像都会被忽略了，哈，啊，其实我们没有忽略，没有，我们有在推动哈。他对我讲的啊，像这个水稻啊，哈，博物馆啊，啊，搁有迄个石化馆，然后渐渐的，咱客房的地区嘛有足侪新的景点出来啊，哈。那么咱今天讲到这长盛营区。你想看嘛？整个咱客北的地区一直会一直繁荣，一直繁荣起来哈、那么今天吼，哇，我们听到这个局长来跟我们分享吼，咱长盛营区给我们一个新的这个地标，啊嘛，好咱有一个新的这个景点呢、啊。局长刚好要个跟咱讲什么话？好，其实吼，市长对这个所在是真正真重视。市长一向都真重视咱客北的这个发展。所以咱长盛营区内底吼，除了有我头拄仔讲的一挂公共设施以外，啊，佮有商业区、主体区，啊，佮有行政文教区。所以市长呢，对咱完工迄天，伊就指示，希望这个长盛营区会当带动咱新营地区的繁荣、加欢迎、加发展。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新营，我们还有新营的客运转运专区。那这里面呢有产专用地，它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批发、仓储、零售、餐厅、体育、文教、科学等等的这个产业来进驻。那所以未来的新营应该还会有更多的建设的投入。所以这个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放心，在市长的领导之下，我们会非常的努力、那一起呢来活络西北、繁荣西北。咱这个长盛营区伊是一个官衙嘛哈、那么咱地政局下哈有负责足侪哈，就是从这以前的这个官衙，这个很多点呐、哈，是不是给咱预告一下哈、还有其他的，我知道好像有炮校啦、还有平时园区，稍微跟我们预告一下吗？好的。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炮校永康炮校的区段征收区呢，目前炮校一期的区段征收已经完工，我们在108年3月已经启用通车。那么接下来呢，随着炮校在关庙校区的建设完成，未来我们会把炮校二期继续启动，也就是把这个原来的炮校迁到关庙之后呢，留下来的这个军营的这个土地呢，我们会继续来办理这个区段征收。那整个办理完成以后，好，这个永康地区好、因为这个炮校的迁建，那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文创园区。那再加上今年的这个市立总图啊、可能就要完工。那旁边的公园好、志宏池停车场用地好、那都
整个连成一气、嗯、所以未来永康的发展呢应该是不可限量、嗯、那炮校呢它刚好是在永康的差不多是中心点、嗯、那往南延伸呢就会来到我们的平时营区、嗯、那平时营区它过去也是一个军营，对，好，那透过这个跟军方的合作、嗯、那我们把平时营区做了一个湿地重化、嗯、好，那全区37公顷完工之后呢、嗯、现在其实中央公园已经完工启用、嗯、那里面的公园非常的漂亮、嗯、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晚有非常多的民众在那边散步、嗯、跑步、嗯、好，那接连着南纺梦时代的这整个商圈、嗯、会形成我们东区一个新的商业中心跟亮点、嗯、是他都啊咱讲到这长盛营区啦哈、嗯，当然对伫迄一些年地区人哈，他当然很熟悉。啊，像我是伫个市区内底，对长盛营区有点陌生哦。是不是局长跟我们介绍一下，我如果要去长盛营区，应该要怎么去啊？好，还有那附近可不可以还有什么一日游啊？整个串联起来的。好，也跟主持人报告哈，在新营长盛营区，其实我们就是走国道一号、嗯、下新营交流道、嗯，那非常的近、嗯，它就在新生路建业路那里。好，嗯、那这个非常好找。那附近的景点呢，就是说如果市民朋友到了新营哈，其实可以就近到盐水的老街、嗯、走一走啊、嗯嗯。那我们盐水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在地文化的一个地方。嗯、那另外新营呢，还有这个岸内糖厂。好，所以整个以新营为中心点的话、嗯、啊，其实呢非常的方便哈、嗯哦、是，那么咱今天哈感谢咱地震局咱陈竹美局长哈、哦、来给咱介绍这是长盛营区这个所在啦哈，好、嗯，咱、嗯、对的这个长盛营区呢，从陌生啊到现在，我真的脑海里面已经有画面哦，因为我老公因为我住市区啦，啊，长盛营区说实在比什么所在我也不太清楚哦，只能够用想象的，用幻想的啊。他如果听咱局长安尼介绍了，哇，原来长盛营区又跟我们平常时介绍的像万进景盖小那个和乐啦哈。和乐广场啦，哈，阿是讲哈，在水稻博物馆呐，哈，阿是讲哈，在活化石馆，哈，那么他们都有不同的面貌，哈，啊，长盛营区伊这就是一个军营，哦，对于咱一般人，以前军营是好像有点神秘感，哈，大家都想要一窥究竟、啊，但是没有什么机会嘛，哦、嗯，除了你讲你做兵役啊，不然一般的人很难能够进去里面，看到里面的面貌、啊、那么今天李丹局长来给咱介绍了啊，我们对的这个营区、啊、有很大的这个很好的画面、啊、哦，我现在也很想说、啊、利用假日哦、啊，大概安尼去迄个所在哦，安尼走一走，看看咧、啊嗯、那么可以让我们这个疏解一下身心啊，解除一下疲劳。哎，局长有没有什么建议？好，我真的很建议哈、嗯，各位市民朋友到那里去走一走哈、嗯，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新冠肺炎啊，哈，好像一直在爆发，大家都很注重健康的这个时候哈、嗯，其实大家哈不要闷在家里，可以多多走出户外。嗯、好，那因为它是一个纯天然开阔的一个环境、嗯，而且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低冲击、低开发的一个方式，它很少有一些人为的设施，非常的少啊、嗯也不像水泥丛林的一些建设、嗯，它就是纯天然的把植物、把生态做保留、嗯、好，所以真的很适合到那里大口呼吸、嗯、吸收芬多精，我想对健康会很有帮助。今天就感谢啊，咱陈淑美局长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呢，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吼，介绍咱遮尔那好的这个景点哦，长盛营区啊。那么这个长盛营区哈，伊不但是一个好景点，你想看麦啊，它也得过很多的大奖啊，表示讲咱在这个当中吼是非常用心。那么市长呢，伊就即开始呢咱就是吼很认真哦在打拼咱溪北的这个建设，即马已经有一挂成果啊哈，我相信未来会更加好啦哈。啊嘛，感谢。咱局长哦，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谢谢，谢谢。